妹妹你要去哪里？妹妹要去哪里？妹妹这样太快吗？要快一点吗？妹妹要不要快一点？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快了，太危险了。妹妹，这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坐海盗船啊？海盗船就是你们坐的啊。哎，不行，看后面，不行，这样子你要掉下去，危险哦，不行哦。不行哦，停不下来了，我们要开去澎湖了。澎湖到了吗？好了，妹妹在玩什么？妹妹那个是什么啊？是摇摇马吗？什么事？好啦，它不会咬人啊。黑蚂蚁不会咬人啊，红色才会咬人。哥哥开要开去哪里啊？请问哥哥要开去哪里啊？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要快一点吗？请问你怎么啦？妹妹，累累了，对不对？回家睡觉好吗？Ready?